还有两个，哎，那你等等一下，19岁的台湾美女，19岁的台湾，好了，这个 logo 好吃吗？好吃，很神秘，很神秘。那他们吃没带盐？你们看，他们没带红油，够我吃，蛮好吃啊，觉得好神秘，你要吃吗？我不要，为什么？有芝麻，我吃过吗？哦，你们吃芝麻。等一下，雨虫雨虫就。要吃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要记得按赞跟订阅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